你现在的嫂子几多？我的嫂子那个你那里嫂几多？都比他比我少。我们这边说我们门诊死人蛮多，我们门诊这两天死了些不，然后他们殡仪馆又拖不走，那殡仪就把我们请的可不高了。我记得我现在常提脂肪。所以我就说真的不太想法。因为成停尸房说直话病人死人也说不起走，在那个乱七在那个鬼热的环境中，他的尸体腐化更快，病人腐殖更快。那肯定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一条龙，他腐搞过来，这个患者就搞韩国殡仪馆一家专门收治那种重症肺炎的患者，然后我们还把他请过进去的进去的进搞，然后进丢人丢了。所以说，你看政府说嘛，自私啊，私人医院该哪治？不治啊。我们这个小医院呢、啊、每天至少是一个到两个的死亡，就是我们这个小的医院，你更换大医院呢、啊、所以我就说政府就说你妈这个叫什么身上不是什么要营销吃，我妈你一人能吃，一人他妈你这不是天地不容，一人他妈杀钱那都不吃，杀也把好学生他们的孩子、啊、那时候都说了，他们蛮多的时候回来，我说你莫回来，我说我们那时候都学医生，我们说不能回，他们说你莫杀就往前，我说我是往前呢，就还是做了八个人，对，做八个人进去了，那帮人肯定这会又要肯定要摸高他的别个，补偿他的别个，别说的是实话呀。你不是补偿多少？我因为我这两天在挖的刨，你晓得，我一听我政府的八通高这边假假的，政府是歪的么子？他的司机是有限，你每天只能吃两千块不还是？司机活有限情况下，我们这里我们医院被迫只能住院的病人才能查核酸，门诊病人是不允许查核酸，那么住院病房能住几个人？好，去病人，然后所有病人都不能查核酸，国家规定不查核酸，核酸显示不是阳性，那么你这个人就不能下次诊断是重症肺炎、病毒性肺炎，那么没得办法，就只能说，哎，你是疑似啊，其实呢，其实就是你不能下诊断呢，因为我都不让，不让下诊断呢。